害怕点都一样，就害怕失重感，然后害怕冲刺。飞起来了，这有点猛啊，这有点太猛了。我之后也一直说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管你车技有多好，我觉得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其实还是有一个心理障碍，因为我恐高，如果不行就不要勉强啊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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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车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啊啊！喂，真的很棒，重量太轻了，我想往边上一点，然后太空了。你很勇敢。重要呢。你表现得很好，可以。哎，待会儿你帮他做那个搭档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可以。小心，你不再想，别再想那个了。小心，不再想。待会儿真的天光没了，我去旁边，然后可以坐他旁边，然后继续录吧，真没关系。